休闲系统选热闹的开场舞蹈是炒热现场的气氛。是否五月母亲节，台大学特别推出爱心树感恩活动，邀请来自七个国家十二个外籍生共同参与。我身后的这棵榕树呢，它已经有四十多年的一个历史啊。那么随着这个岁月的一个成长呢，它就长成了一个爱心的这个形状。那我们大业大学呢，借着这个学校呢，实施这个三好校园，就做好事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也配合着，母亲节啊，第二个礼拜的母亲节呢，我们举办这个爱心树，的一个感恩活动。来自香港就读环工系硕班的卢冠生指出，受到疫情影响，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和家人团聚，但在大学环工系就像一个大家庭，让他觉得很温暖。谢谢学校举办爱心树感恩活动，他要跟爱心树合照传给家人看，并和家人分享他在台湾学习的点滴。台湾的妈妈们，你们母亲节快乐！还有就是说，香港的妈妈都要母亲节快乐。那你来台湾读书啊，你觉得有没有特别想要感谢的人？就要好好感谢老师了，因为老师在我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的时候，都会好好教导我，然后给我很多就是写计划的机会，还有就是感谢学弟，因为学弟他一直在实验室也是帮助我很多。什么？我说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我没听到后面那句啊。我说。我也爱你。好痛啊！不会啦。好，母亲节快乐哦！台大学积极推动品德教育，获得三好校园计划补助。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，也是感恩的季节。学校特别举办爱心树感恩活动，借由爱心树帮大家说出心中的感谢。学生只要拍摄爱心树的照片，上传到脸书或 IG 并打卡，同时标记一个人，写下你对他的感谢，就可以兑换一盆绿色植物小盆栽，限量200盆。感恩节我就除了我妈妈之外，我是想要谢谢我们系上的老师，尤其是我的师徒导师跟系主任，在我在这里学习的过程中，一直的照顾我，不仅是在学习上，还有在生活上。绿色盆栽一方面呼应大学绿色大学的特色，一方面也祝福学生在大业四年的成长茁壮，也期许他们能够透过照顾盆栽体会父母照顾孩子的心情。